农历新年将至，中华蓬莱仙岛教会在寿丰乡道场办理迎接新年免费挥毫五墨赠春联的公益活动，邀请了花莲县的书画学会两位书法家现场挥毫，同时也会把写好的春联送往弱势家庭中，同时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迎接新的一年免费挥毫五墨赠春联公益活动，21号在寿丰乡道场办理，邀请两位书法大师来进行挥毫。因为疫情的关系，并没有邀请乡亲前来领取，而是事后发送给乡亲的弱势家庭和民众，同时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在咱111年吼，咱伫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伫咱丰平村遮挥毫写春联，予咱大家过年求好运，大家吉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予大家拢会当好好过一个年，啊，拢当求一个好运，予咱大家华人地区拢会当平安顺遂，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谢谢。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理事长张振发表示，牛年即将结束了，并且邀请书法大师写下春联和祝福的话语，迎接虎年，大家喜气洋洋，为了就是展开新的一年的到来。中华蓬莱仙岛道教会也祝福大家虎年行大运，新春大吉。记者 Joy 收播报道。